喂，大家好啊，我系阿肥店长啦。有好多时打 war game 嘅时候，都想简简单单有一条腰带啦，咁去到场嘅时候，好快速咁样去配置好，咁已经就可以即刻落到场噶啦。咁相信大家听到嚟呢度啦，都会知道翻我哋而家嚟紧介绍嘅嘢系乜啦。好，咁样首先我哋就介绍翻 High Speed Gear 第一条喺市场上推出嘅腰带先啦，就是、我手头上呢一条 Super Grip Belt Pad。咁其实呢一条 Super Grip Belt Pad 咧。它只是需要配一條 Wicker Belt 或者類似腰帶就可以使用的了。大多數都是會用 1.75 寸或者2寸去做一個配搭的。之後裡面內部其實它是有一個軟滑的膠墊在這裡。第一它是防滑之餘，當你上了一條腰之後會比較舒適一點。表面它本身已經包含了毛利帶的位置，當你裝了一些彈夾袋、槍套或者其他不同種類的袋仔之後，你在跑跑跳跳的時候呢都沒有那麼容易走位的。在這條 Belt 的每三個位置，分別是前面這個位置和後面再加左右手邊這個位置，都會有一個空位的，是方便用家呢裝一些中腰板或者其他要掛大髀的產品。之後分別有 Pad Stock和 Laser Pad Stock 這兩款的。這兩款的好處就是它的靈活性會更加大，本身如果你有 Bellman 款的夾袋或者槍套，這個就會適合大家了。它本身的設計就已經是一格格，只要將你那條腰帶穿出來的時候，已經可以套到你那些 Bellman 的產品上面了。如果有些朋友仔想找一些幼身一點的，其實它本身都有一系列的幼身的版本的，就是我現在台面手揸依一啲。如果有興趣的朋友咧，咁我歡迎可以上翻去我哋個網站度選購啦。咁大家記住啦，咁而家我哋 High Speed Gear 咧都做緊優惠嘅，買兩件九折，三件八五折。如果選購 Belt 嘅朋友咧，咁大家留意翻啦，我哋仲會有折上折嘅優惠嘅。